聚焦，聚焦是指乐器在一个音场内它的轮廓的清晰度。这首曲子就描绘了非常清楚的聚焦感。演奏者 John 所使用的长笛是19世纪中叶的 Bunwood， 音色非常细致优美。 John 在这里所吹奏的每一个音都应该很清晰明确，毫不含糊。其实所有的乐器都应该如此，而乐器的轮廓越明显，聚焦就越佳，就好像你能亲眼看见一般。Thank you.